鼓励
心的力量。他们不只是做观光客的生意，就是做我们长辈要把他支持的力量。我想政府制造平台，民间更是重要，所有的发展都在民间，尤其在各位妇女的身上。我们不要对自己妄自菲薄，我们都伟大，是不是？胜过所有的一切。比如说，身为理事长的我，非常非常高兴，太兴奋了，所以话也多了。可是我是有，我真的是很高兴，再次的为各位姐妹服务，这是我的荣幸。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的高兴啊，今天能够在这里参加我们妇女节的表扬庆祝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已经相隔两年没有办这样子的餐会，所以今天能够再度的在三八妇女节的晚上啊，大家齐聚在这里，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高兴啊。首先我要祝福所有的妇女姐妹乡亲们妇女节佳节快乐，其实你的付出在社会的贡献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殊荣，真的是实至名归，非常的感谢。那刚刚听到李金磊理事长的一席话，真正的呈现了我们马祖一个非常幸福非常祥和的社会，这也是我们县政工作一直努力的目标。我一直跟我们同仁讲，所有县政的努力，它的核心价值都是为了乡亲的健康和幸福。所有妇女乡亲们在家庭在社会在各个行业的付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的社会呈现一个这样和谐。再一次的谢谢所有妇女朋友乡亲们对家庭对社会对整个地区的贡献，非常谢谢你们。刚刚李金磊理事啊也提到，这几年县政的工作的确啊有很多的进步，有很多的成果，包含最近啊我们打造的国际艺术岛，我们推动的四方住宅酒厂的新建案，新台马人的新建案等等。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年轻朋友为所有的乡亲打造一个可以让大家一展长才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再一次的祝福所有的妇女朋友们佳节快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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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的致辞。那现在我们请我们的贵宾致辞。
我现在就唱一下颠覆女性的歌。好，来，预备，掌声太小。好，现在把这首 rap 送给大家哈，预备，开始。做女人就要浪啊，你越浪越有样啊，整个迷你城。